会儿比赛的时候，麻烦你离场。接下来是第二组资格赛时间，不过建议大家放松一下，因为资格赛的成绩是不带入。怎么又是他？决赛成绩的，主要是为了争夺决赛席位。给你水，爱心牌的。谢谢。新闻神经元同学，自入以来球赛取得佳绩，我们一直注视你的。你写的，送你。要是以后你能亲自为我波波加油就好了。七号选手沈清源和第一组的陈海选手一样，来自海雅大学设计队，希望大家为他加油。八环，不过这位选手的枪支似乎出现了和陈海选手一样的问题，很有可能海雅的王牌现在还能好好发挥吗？很高兴能被选手的好成绩打脸，但是九环对于某些选手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成绩。完美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支持七号选手。沈清源选手的资格赛成绩，第一组总环数94，第二组99，第三组97，第四组98，第五组98，第六组98，总成绩584环，位居资格赛第一名，紧随其后的是第二名周月，总成绩582环，差距极小。怎么回事？以他的天赋不该是这样的成绩啊。运动员已经离场，像所有站在世界顶端的人一样，沈清源选手或许就是那种光芒四射、生来适合被凝视的人，只不过或许是我太激进了，总觉得他还没有发挥100%的实力，可能要等到决赛。决赛会在15分钟后开始。谢谢捧场，大家稍后见。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喝水吗？让你出来是为了告诉你，一会儿比赛的时候麻烦你离场。太不习惯和你说话，唯唯诺诺。为什么？但若没把握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有
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只是希望你别影响我比赛，很过分。可是我播我的，你打你的，我们互不影响啊。不，你影响我了，整个现场也只有你影响到了我。在没搞清楚原因之前，你离开是最好的办法。沈清月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丁医生，你到了吗？到了。难得看你在比赛中途找丁医生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不会是跟刚刚那女孩有关系吧？不是。丁医生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说吧，时间有限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东南射击锦标赛男子组十米气手枪赛事。现在站在 A 号靶台的选手是海雅大学的射击队的沈清源，这也是他首次代表这支金牌战队出战锦标赛。这位新秀的表现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。B 号靶台的选手是来自东南省队的周月，和沈清源不同，他年纪虽然不大，但已经是一名老将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粉丝啊？我是体育主播。哦，那你应该对射击比赛很了解吧？算是知道一些吧。哎，我正好想问你，你知道这些射击运动员谁最厉害吗？应该是海雅校队的沈清源和东南省队的周月。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其实我来啊是选人的，我手上有一个广告，想找运动员当代言人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看你这样也不像是做这种跑腿工作的。嗨，什么呀，我就是一普通人，为职场头疼的年轻人。哎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职场艰难啊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工作不是很乐观。我比你惨多了，我还是个实习生，能不能转正呢就看这场直播了。